永庆坊位于广州最美老街的恩宁路，一个拐角，一个拢门，一个油桶。现在我们在永庆坊。通过一个个新旧和谐的小井，这一带原是西关老城区，遍布各式各样的文物古迹。虽然进行过城市改造，但是依然保留着浓厚的西关韵味。而这里是李小龙的祖居。改造后的永庆坊拥有许多手绘墙与特色文艺店铺。转入一条幽静狭窄的小巷数十米，便可看到詹天佑故居纪念馆。永庆坊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，却又让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悠然自得。